这个就是前进，人必须要观者才会有办法前进。嗯，啊，现在来打后退，打后退，它就是为了明风鸣器，就是警示灯。嗯，这样它就会后退，提醒人家注意，左右都要看哦，前后左右啦都要看啦。嗯，尤其是不是只有人啊，狗啊、猫啊都要注意啊。这个声音就是会让他们知道说，哎呦有东西，他们就会走开。人跟狗跟猫都一样。嗯。啊，你看，把它打到空档，声音就没有了。